丙风穴出自针灸甲乙经，属手太阳小肠经。丙，丙寿之意，风在此指风邪。本穴物质为天宗穴传来的天部之气，上行至此后，因吸热胀散而化为风气，风气循小肠经而运行，所以本穴功在舒筋散风，可以调理风邪引起的疾病，故称为丙风。中医有风为百病之长的说法，也就是说风是百病的起源。我们的肩膀就是非常容易受到风邪外袭的部位，一旦受了风邪，就会造成气血凝滞不通，出现肩膀部位的酸痛不适。丙风穴就是一个善于去除风邪、治疗肩膀酸痛的穴位。相传宋朝大学士苏东坡一日作诗道：几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毕后遂让书童乘船送给他的好友佛印禅师指证，谁知禅师看了之后二话没说，在诗后面写了两个字：放屁，并嘱书童携回。苏东坡看后气坏了，便去找佛印兴师问罪。谁知佛印大师却笑道：既然你八风都吹不动，怎么会一屁过江来了呢？苏东坡顿时哑口无言，自叹不及禅师。这里的八风其实是指的嗔、讥、悔、欲、利、衰、苦、乐八种境界，因为它们像风一样，能够吹动人的身心，影响人的情绪，故形容为风。在古人看来，自然界中的风邪就像这八风一样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。经常刺激丙风穴，对于风邪引起的不适病症有着很好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缓解肩膀疼痛之法，刺激丙风穴。丙风穴位于肩胛部，取穴时可以摸到肩胛骨上有一横行的骨脊，这是肩胛冈。沿着肩胛冈下缘中点至肩胛下角做连线，当上中三分之一交点处是天宗穴。从天宗穴向上举起手臂，会发现一处凹陷的地方，这就是丙风穴的位置。我们可以采用点按的方法刺激丙风穴，以大拇指按在丙风穴处，这时会感到酸胀痛，然后用力深按，保持十秒后再松开，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，每次点按丙风穴5到10分钟。刺激丙风穴还可以采用刮痧的方法，充分暴露肩部，蘸上刮痧油后，在丙风穴的部位由上向下单向连续重复的刮，用力大小以出痧为度。由于丙风穴位于肩胛骨，属于治疗肩背部疼痛的特效穴，所以经常刺激可以很好地维护后背的健康。